鸡图。为什么？我没有穿内衣啊。哦，所以你现在里面是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大家好，我是蓝心雨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宜兰罗东，是吧？刚跟有人半小时还在罗东。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宜兰礁溪。最近大家也都知道，越南的那个越式洗头非常的红。Yep. 所以不外乎这么爱洗头的我，也应该要来体验一下吧。没错，我这次特别帮你挑了在宜兰这边的越式。我看其他的 YouTube 基本上都是拍在台北的那一间比较有名的。那我们今天就跳脱台北，来我们的宜兰的后，没有，我们宜我们来引战哦你。没有，我们宜兰这边来试看看这一间，那我蛮大间的，因为上次刚好经过宜兰有看到。听说这一间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。什么？他会用姐夫来帮你敷脸。姐夫？对啊，姐夫是什么东西？就那一个呢，姐夫帮你敷脸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他有什么套餐。OK， Go。我觉得 B 套餐好像还不错，90分钟一个半小时好像差不多刚刚好。然后他们 A 跟 B 两个差别就是一个多了上半身的按摩跟银珠眼浴啊，就是洗眼睛的。如果常在就是看荧幕啊，拍过啊，对，就是那个很恶心的洗眼睛啊。可是我觉得蛮舒服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尽量赶快看我，我现在还很美。我等一下上眼川剧变脸卸妆啊，会卸妆啊？会啊，因为它就是对啊，洗脸啊、洗头啊那些啊。好了，那这集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各位下一期见，拜拜。哎，怎么这样？我七月份才刚出来放暑假，感觉还蛮不错的，我们直接进去体验吧。OK， Go Go。哎呦，我靠，这个是什么包厢？你干嘛啦？你干嘛进来啦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现在换衣服哎。换衣服？对啊。讨这么好的福利，我一定要帮大家谋一下。在这边，我们要先换他们的服装，因为待会会有半身的按摩，所以就是等一下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。Okay. 你滚。哦。我要换衣服。哦，好。滚啊！嗨，我感觉你很没有安全感。现在地图。为什么？我没有穿。内衣啊！哦，所以你现在里面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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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他那屁股很大，可能要稍微加强一点。真是泄露！我专业 AI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现在在旁边观赏啊。观赏就看得出来有没有专业了。对啊，整个身体都压上去，你看你那屁股。扎实。男生会不会比较想要来这种地方？这我其实不太知道。会有很多男生来吗？很多。很多。六分男是男生，四分女哎。哦，真的哦。哎，就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。我以为都女生来比较多哎。对啊。我觉得是我按男比较多，因为我的力道比较大。哦，刚好你按的这个也是男的。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哎，你几岁？因为我现在看不到脸，所以我是25。25哦，对，我看着蛮年轻的。怎么了吗，阿姨？你真的不要逼我，等下起来打你。我们这边是先按摩，对不对？然后按完下一个是要干嘛？下一个就是洗头吧。哦，下一个就要洗头。哎，你今天是主 key 是不是？当然啦、啊，你没有看到你现在就是在那个洗台场上的一坨猪而已吗？我现在变瘦，你说我是猪？好吧，你先慢慢按，我等一下一趴洗头，我再过来找你。再见喽。滚。再见喽。滚。膝盖这一
刀真的超厉害的，真的很舒服。你之前没有被顶过是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，很舒服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你要在前面拍，你在后面拍，等一下我又鼻子又黄标了。我都有那个各个角度都有抓，好吧？怕小姐姐的屁股太翘被黄标。我是拍侧面，谢谢。啊，我误会你了，并不像你这么一模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些男生喜欢被踩。真的蛮爽，我也可以啊。我以为你走开。我，那不会痛哦？不会啊，超爽的哎！真假的？真的。好酷哦！我下次穿高跟鞋帮你踩一下。先不用，谢谢。哎，我不用钱哎。没关系，不用谢谢。确定不要？哎，先不要，谢谢。高跟鞋。你闭嘴了，赶快跟享受了。按个摩屁房都哦。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筋多软。哎，这跟泰式的完全不一样哎。泰式其实也蛮多会拉筋什么之类的。嗯，看我筋很软吧？筋开腰软能旋转。我靠！你可以吗？可是我没办法，我应该会干。哎，还是观众们想要看小抖音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我发现最近有一些观众很喜欢你。没关系，谢谢，谢谢大家喜欢，那大家有喜欢当就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很怕有没有？非常的害怕。手超级酸的。我叫你不要讲话，你们一直给我呱呱呱呱呱呱。昨天打太多。干嘛？睡觉了，这边装那个鸡歪脸。就是这个酷东西，酷东西终于要来到我们重头戏了，有点害羞，按摩脚开啊，脚开，哇，这样可以泡脚哎，泡脚，泡脚，哦，它是一个洞，它是泡脚的洞哎，我靠，真的哎，我靠，我靠，给大家一个赞，靠，你这 OK 是怎样？女生的脚要漂亮，你那个 OC 很丑。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再过分一点，你今天一直在欺负我。突然你看这个脚，这样看过去还算很 OK， 然后就那个黑的。反正你这步已经没有极限了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了，没关系了，舒服就好。就是七月份上的片。卸妆了，卸妆了，睡哦。各位观众，赤裸的一面。这一集的重点是什么吗？我要让各位观众知道，女神跟女鬼只是一线之隔。有女神吗？素颜。还好啊。差很多吗？黑眼圈很深吧？还好，就气色差一点，其余还好啦。如果跟这角度看起来有点像光头而已。哦，你突然发炉了，我听不到。刺客教条。啊？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到啊。你刚说什么？刺客教条。哦。刺客教条。没事啊，你不要讲话了。吃什么教条？我靠，你现在好像要被蒸嘞。就是蒸了。哦，就是要蒸你了。这画面异常的好笑。这画面很好笑。为什么？你
自己到时候看回放就知道了。你长得像红鱼。你说我像红鱼？嘿，对。红鱼。对。像红鱼。好了，安心整好，等一下再来拍你红鱼。啊？红鱼，拜拜。啊？红鱼，拜拜。什么啊？感觉像叉子。叉子。嗯，跟叉子很像。我去拿叉子帮你刮。我不会受伤。就真的很像叉子呗，你等一下自己起来看。叉子。对啊，它真的可以吃意大利面的那一种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像叉子？好冰哦。嗯，它很多武器耶。整个是冰冰的，姐夫要上我脸上了。来了，姐夫来了。好冰哦！好，你要闭嘴了。终于啊，终于闭嘴了。他这个敷完是可以直接吃掉吗？你不要笑了，我在问会有疑问的问题而已。没有要吃的。好，我们要吃 ，OK。你不要笑了。想吃啊！我不要，谢谢。所以等下留下来给你吃。没关系，谢谢。要让吃啊！你现在长得好奇怪。你最期待的那一根就来了，好舒服。哦，换到脖子。你已经直接爽到不想主持了。哇，脱壳了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好舒服哦、okay ，很爽是不是？掏耳朵超舒服的，然后还有它冲身体，然后可以帮你洗整个背，我觉得真的是洗半餐废澡了吧？要洗眼睛。哦，还是最后决定要洗一下，又有封面了。像鲍鱼吗？好妖。我觉得这个画面超恐怖的。每次看还是觉得很恐怖。可以了，那个脸不用那么鸡歪，谢谢。舒服。怎么样？你现在是差不多了吗？今天？做完之后很想去越南。飞过去体验一下真正的吗？没有，听说越南很多好吃的，然后听说越南有一些地方很漂亮。OK， 谢谢。那你来这边干嘛？啊？我要换衣服啊。哦哦哦哦，好哦。走开！走开啊！哦哦哦哦哦！怎样怎样？舒服。怎么了，素颜人？
那也会差很多吗？哎，会不会今天之后，然后全部被退追踪啊？大素颜这样子，有点小羞耻。体验下来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哎，超舒服。我这次做的是两千的套餐嘛。对啊。然后它包含就是掏耳啊、洗眼睛。之前如果大家有就是关注我的话，应该有看到，就是我有拍就是洗眼睛、掏耳朵的部分。那光这两项其实就已经超越是这整个的费用了，然后外加是他洗头，然后外加帮你几乎算洗半身了吧，他刚刚整个深度其实差不多已经摸到我这边来了，其实这个整体的感觉真的是超棒的，觉得对男生来说 CP 值其实蛮高的耶，好像是哦。然后今天真的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小黄瓜敷脸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蛮酷的，我觉得蛮好笑的，是蛮好笑，有点像木乃伊，你不觉得吗？对啊，所以总之你觉得今天这个体验还不错就对了，还不错。可是如果依你今天是旁人，因为我是看不到我自己嘛，依你旁人这样看，你整体的感觉是什么？因为之前我看网络上是有些人说，因为他东弄西弄，所以好像没有一项专精的感觉哦，所以这个就要问你会比较准，因为你今天才是感受的那个人。我是觉得要看人，因为像按摩师有些就是很会按，有些按他就是没有到你的点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好了什么。我自己是觉得掏耳他的确没有像我们一般去掏耳的那么细节的地方，但是他就是一个综合起来我觉得 CP 值高的。再来是我今天这一位 Apple 对 Apple 他叫 Apple 按的方式真的是我非常喜欢，就是他按得很到位，让我觉得整个都是开了。